尽你们最大的努力，使得这个作品成为此类题材当中的一个新的标杆。准备，冰与火必须打破，必须超越，不是追赶。我们有330个场景，除了有4个主场景是搭的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实景。 要求演员了解一线的情景，所有的生生死死，包括体能和血量。被打次数最多的一部戏。站住！冰与火运动会还挺刺激，挺爽的，还想继续拍。压抑是非常的压抑。 很容易的，是吧？我不管他们怎么写、怎么演，世界上最爱杨凌的就是我。我绝不允许一个沾毒的人住在我女儿这。杨叔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应该去好好完成。不喊停，不要停，走吧。既然要去做这个东西，我们就要表现出它有多残酷。你告诉我，他们在哪？当你展现了毒品之物，你才知道真实的美好是多么多么的可贵。 所以我不认为冰与火就是一个纪录片。动啊！动啊！老演员，别动！别动！我要这样的幅度，再来一遍。把这药片待会儿。保住！保住！保住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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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没事吧？赶快！赶快！赶快！ 来，化妆，给纸巾。这是一套好戏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很棒。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剧组。我还准备再来一个呢。好。不管角色的大与小，轻与重，他们成就了冰与火。还是蛮恭喜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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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Wait!